สวัสดีครับเบนนะครับ大家好欢迎回到每周泰语这一集是每周泰语第17集那这一集同场加映给大家六个句子、我们会一起看不是这样对什么感兴趣为什么那么坏心还有花了很多时间才了解的才还有什么可以让你微笑以及泰国的乡村音乐这些要怎么说好那我们就开始咯ไม่ใช่อย่างนั้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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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คุณสนใจเรื่องอะไรบ้า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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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ทำไมคุณใจร้ายจังทำไมคุณใจร้ายจังทำไมคนใจร้ายจังทำไมคนใจร้ายจังใช้เวลานานมากกว่าจะเข้าใจเรื่อง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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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อะไรทำให้คุณยิ้มไ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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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เคยฟังเพลงลูกทุ่งไห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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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本周选的第一句是“ไม่ใช่อย่างนั้น”。ไม่ใช่，ไม่是不，ใช่是是还是不是的那个是，所以“ไม่ใช่”合起来就是不是。อย่างนั้น，你可以全部一起记，อย่างนั้น就是那样。好，那如果口语的话，正常会说“อย่างนั้น”，但口语的话可以发成“อย่างงั้น”。所以你有可能会听到ไม่ใช่อย่างนั้น你有可能会听到ไม่ใช่อย่างงั้น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整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ไม่ใช่อย่างนั้น不是那样好第二句是คุณสนใจเรื่องอะไรบ้างคุณ是你สนใจ是一个动词就是对什么什么感兴趣的意思เรื่อง是事情อะไร是什么บ้าง有点像是中文的有些有点像英文的 some好那整句是什么意思呢คุณสนใจเรื่องอะไรบ้าง整句中文大概会说哦你对哪些事情感兴趣好下一句是ทำไมคุณใจร้ายจังทำไม是非常好用的词一定要掌握为什么的意思คุณ是你ใจร้ายใจ ใจ是心心里的那个心ร้าย其实就是不好的意思所以ใจร้าย合起来你可以翻成坏心残忍、邪恶、无情都可以。那脏呢，其实跟骂差不多，就是狠的意思。但是脏比较口语，就是口语的时候会说脏。好，整句是什么意思呢？他卖困在来脏，就中文大家可以说：为什么你那么坏心？为什么你这么坏？为什么你那么狠心？为什么你那么无情？都可以。这一周的第四句有点长，才为啦难骂寡杂。เข้าใจเรื่องนี้ใช้是使用เวลา是时间
那柴维拉合起来就变成花时间。难是很久的久，骂就是很，所以难骂合起来就是很久。所以前半句柴维拉难骂就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或是花了很久的时间。挂炸挂炸在这里翻成才怎么怎么样。靠宅扔泥，靠宅是懂、理解、了解。热刚刚说了，大家还记得吗？嗯，没错，是事情的意思。那泥就是这个，所以扔泥就是这件事。那两句话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才为拉难骂，挂宅靠宅扔泥，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了解到这件事情。好，那这个其实是我泰语构句练习里面的其中一个例子。那如果还没有看过这支影片，想要多了解挂炸的用法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右上角的资讯卡，可以点这支影片去看更多关于挂炸的例句。好，那我在这边也是快速说一下，虽然这边有两句话嘛，那你其实可以把第二句挂炸靠在扔泥放到最前面去说。你可以说挂炸靠在扔泥才为了难骂。那如果你把挂炸这一句放到前面的话呢，中文就会翻成在什么什么之前，所以整句话就会变成哦，在了解这件事之前才为了难骂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好，所以泰语呢你可以放在前面也可以放在后面，但是根据你放的位置翻译成中文的话就会有不同的翻法。好，第五句是อะไรทำให้คุณยิ้มได้。好，อะไร是什么的意思？ทำให้呢也是非常实用一定要掌握的词。ทำให้就是使谁谁谁，使某某人怎么怎么样，或是让某某人怎么怎么样。คุณ是你，ยิ้ม是微笑的意思。ได้是可以，所以整句什么意思呢？อะไรทำให้คุณยิ้มได้，什么可以让你微笑。好，本周同场加映的最后一句是เคยฟังเพลงลูกทุ่งไหม，可以是曾经的意思，一样是必须要掌握的字。ฟังเพลง，ฟัง是听，เพลง是歌，所以ฟังเพลง合起来就是听歌。ลูกทุ่ง，ลูกทุ่ง是泰国的一种音乐类型，中文大概可以翻成泰国的乡村音乐。ไหม是问句用的吗？所以整句什么意思呢？可以ฟังเพลงลูกทุ่งไหม？你曾经听过泰国乡村音乐吗？好。那我待会也会把几支比较有名的 Look Tune 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点击来看。那我个人认为相当的经典，那至于大家喜不喜欢就见仁见智咯。好，以上就是第17集的每周泰语的所有例句以及内容还有讲解。我认为这些句子都相当的实用，都是日常生活中一定会用到的，所以大家如果不熟的话可以多听几遍多复习。那如果有什么样的建议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的影片。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Coco Maka，萨瓦迪卡。